这几天就开始了我们的尼康与王力宏的合作，那这个是非常兴奋，因为我们第一次合作，第一支广告，所以非常有历史性。首先就是第一天我们拍了平面，然后就深深地感受到了尼康他们的这个品牌，还有这个 team，所有人的认真，所有人的专业，因为尼康他。给大家的感觉，不管是相机或者这个品牌的名字，就是一个顶尖的，最好的 quality，最好的质感。所以我自己当然也很高兴，很荣幸能够，成为尼康的代言人，然后也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这次的广告。我自己对，影像这个也是很有兴趣，有一点点的研究。比如说拍 MV 也好，或者是拍电影也好，拍相片，大家也知道，我也蛮多的经验。但是当摄影师这一块，就是自己对相机本身的研究，其实也是有一些。所以能够做尼康他们这么专业，就是真的是顶尖。因为尼康的好处就是它可以业余的 amateur 的也好，或者是 professional，就是真的专业的摄影师也好，它都可以。提供一个很宽的一个 range，一个消费群，所以对我来讲，我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，有很多机会去研究他们的镜头或者研究他们的一些机器，然后我也希望，跟尼康的这个合作之后，我自己的摄影技巧，包括我的 MV 的拍摄，可以让更多朋友们看到更好，更对音乐加分的画面。